好，同学大家好哈，轻松跟着说就好了，因为你们对 S A 跟 B 六很熟悉，而且已经瑜伽这样子练习了两个多月。好，我们只是多加了阿达贝斯进来。好，我们一样从暖身开始哦，脚一前一后，散盘轻松坐，然后肚子往内收，保持躯干稳定。好，然后眼观鼻，鼻观心。好，所以把专注力，眼睛看着鼻心，然后把专注力带到你的呼吸，鼻子深吸深吐。然后我们跟着呼吸移动身体，吸气，两手往天空，身体提起来，吐气放松，一直保持身体坐正。来，吸气，吐气，肩膀放掉。再一次哦，吸气，感觉一下身体两侧拉长，吐气放松。再一次哦，吸气，再拉高多一点点，保持肚子收紧，吐气。最后一次的吸气，稍微感觉一下身体的两侧都拉开。然后吐气，两手往前，手臂尽量伸直，握紧拳头，转动你的腕关节。好，拳头要握紧，腕关节的肌肉伸展开来。然后反方向绕回来。来，吸气，手掌撑大，手臂伸直。吐气，往后退，肩胛骨收。再来深吸，肚子收紧。吐气，往后。吸气，感觉是手在推地板，手要有力量。吐气，往后，上背部用力，手肘收进来，再来吸气，吐气，往后，所以你手肘关的时候就感觉背有夹紧。最后一次的吸气，吐气，往后，手这次停在肩膀上，吸气，手肘往上拉高，稍微往后拉远，把肩膀整个转开来。哦，可以的话试试看哦，手肘靠在一起，再拉上来，往后转大圈，肚子保持收紧，不一定要跟我的口令哦，跟自己的呼吸，感觉是手肘在带动。肚子收，好，来，我们反方向绕回来，往前，手肘靠在一起，再下来。我稍微感觉一下你今天自己的筋关节，肚子保持收紧，身体坐直坐正。我们接个扭转姿，肚子收，吸气，两手往天空，身体稍微提起来，吐气，慢慢的转到你的右侧，双手下来，一个吸气，坐直坐正，吐气，开始往后扭转。好，你手可以推膝盖外侧，让你的腰椎转多一点点，肩膀往后退，下巴跟着转过去，肚子收好哦，每个吐气试试看，再往后一点点。好，来，肚子收紧，吸气，两手往天空，回来前面，吐气，慢慢的转到左边，一个吸气，坐直坐高，吐气，往后扭转。呼吸带进来哦，吸气的时候稳定，脊椎往上拉长，吐气的时候往后。来，肚子收，吸气，两手往天空，回来前面，吐气，两手往前到地板，手推地板推上来到四足跪姿。好，手一落地，你的手掌就要撑大，好，手要撑大，手臂伸直有力量。我们动一下我们的脊椎，吸气，头抬看前面，吐气，背拱起来，下巴收，眼睛看肚子。再来吸气，往前，胸打开，吐气，拱背，收下巴，尾骨卷，屁股夹紧。再次吸气，吐气，圆背，深吸，往前，胸打开，吐气，拱背，收下巴，尾骨卷，屁股夹紧。再次吸气，拉长，吐气，拱背，吸气，往前，吐气，最后一次。稍微停留在猫背，眼睛看肚子，肚子在往上推，手稍微推地板，尾骨卷，屁股夹紧。再一个深呼吸，然后慢慢的吸气，回到四足跪姿。好，我们做侧板式哦，右脚往右边打开，好，右脚，好，往右边打开，稍微脚趾头踩，脚球踩好，然后左脚往后伸直。所以你现在你的右手掌、右膝盖、左脚脚趾头是一个直线，好，然后肚子收，尾骨卷，屁股夹紧，那个核心前后侧整个翻过来，板子平板要很稳定，左手往天空停留，只要你核心够稳的话，左脚可以离开地板，来往上停留在侧板式，还可以的话左脚再高一点点，肚子收紧，好，如果你会晃动的话，是因为核心不稳哦，肚子收，屁股夹紧，大腿后侧要用力，停留。缓和的侧板式，再一个深呼吸，
然后肚子一收，慢回来。我们要换边做侧板，把你左脚往左边打开，踩好，右脚往后伸直，轻轻的点地板。那这个时候你屁股还没有用力，是放松的，然后要肚子收，尾骨卷，屁股卷回来，所以整个骨盆好立起来，前后侧都有力，右手往天空。只要你的骨盆稳定的话，右脚就可以离开地板。那如果你晃得很厉害的话，可以右脚先点地方嘛，哦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核心收紧，然后能够让你的脚是离开地板的，肚子收，髋跟地板是，因为这样未来你才有办法做到全板，哦。好，再一个深呼吸，好，肚子一收，慢回来到四足跪姿。好，我们要等往后到婴儿式，臀部往脚跟的方向，手往前走，手抓住地板，整个身体是放松的。好，要接流动哦，手一落地，手要有力量，手掌大大的，手抓住地板，肚子收紧，吸气推上来，缓和的平板式，好，膝盖跪地，缓和的平板式，吐气往后回到婴儿式，再来，肚子收紧，吸气推上来，吐气往后回到婴儿式，肚子收紧，吸气推上来，动到所有的关节，吐气往后。来，肚子收，吸，推上来，吐，往后，最后一次咯，吸气，推上来，这次停留在这边。好，我们要加上手臂跟背的训练。首先出力推地板，好，手不能放松松的哦，手出力推地板，肩膀往后退，手肘往后弯，手肘弯进来夹进来，想象你的手肘夹一份厚厚的报纸，哦，所以你这样子背才用到力量，你们打开就压到肩膀了。好，吸口气，原地推回来，吐气，往后回到婴儿式，稍微把你的手臂放松，背放松一下。好，马上要上来哦，手抓住地板，吸气推上来，手推地，肩膀推，手肘弯，手臂后侧有多少力量就弯多少，还可以的同学再下来一点点，不行的话就弯少一点点，然后肚子一收，吸气推回来，吐气，往后回到婴儿式，再一次哦，吸气推上来。好，这个动作的话，根据自己的肌力去做调整哦。哈，肌力够的同学就弯多一点点，手推地板，肩膀推，手肘弯，肚子收紧，吸气，原地推回来，吐气，往后回到婴儿式。再一次哦，吸气推上来。好，肌肉没力没关系，但是慢慢的练，要做对，手肘不能打开，打开都是肩膀耸起来啊，再收进来，收进来。好，来，手推地，肩膀推，手肘弯，哦，好，原地吸气，推回来，吐气，往后。我们再做两次，吸气推上来。好，没力从小的角度开始，手推地板，肩膀推，手肘弯，这也可以，力气多的同学多一点点，吸气推回来，吐气往后，最后一次的吸气，这一次我们慢慢的到地板，好，所以选择你自己可以做的强度哦，来，手推地板，肩膀推，手肘弯，可以同学就多一点点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，慢到地板，好，脚背往下压，手往后退，我们要练下背部，启动下背部的肌力。脚背往下压，尾骨卷，屁股夹紧，吸气抬起上半身，角度没有很大，好，把上半身抬起来，靠呼吸，吐放掉，再一次深吸，吐放掉，最后一次吸气，好，所以很轻松就上来，然后我们上背也加一点点，回收手回到胸口两侧，肩膀绕一大圈，肩胛骨收，把肩膀推到底，好，不要小看这个角度，你手推就发现哎还蛮重的，吐气放下来。好，所以尽量不要手推地板，你是靠手推做后弯的话，压到腰椎。我们直接接眼镜蛇蛇式哦，手在胸口两侧，脚背往下压贴紧，尾骨卷，屁股夹紧，吸口气，肩膀绕圈上来到小小的蛇式。背有力的话就自然会高一点点，但是不是手推地板，腹部用力往后推到下旋式，踮脚膝盖弯，臀部往上推高，背部充分伸展。好，踮脚膝盖弯，脚先不要伸直，脚伸直背会弓起来，踮脚膝盖弯，然后背部的伸展多一点点。好，往前吸气到平板哦，吸气，然后到平板式，我们都是做缓和的，膝盖跪地，吐气，慢慢的下降到地板，这个动作叫 chaturanga， 好，慢慢的往下。好，吸口气，脚背贴好哦，屁股夹紧，蛇式，吐气，往后下犬式，我们再做一次 chaturanga， 吸气往前。膝盖跪地，吐气，慢慢的就到脚的栏杆，跟着吐气，慢慢下降到地板。好，脚背往下贴紧，吸口气，屁股夹紧，肩膀绕一大圈，背也用力了，腹部用力往后推到下犬式，停留在下犬式，调整一下呼吸，保持踮脚膝盖弯，一个吸气，屁股再推高，背部充分伸展，
把你的肚子收紧，脚跟推下来到地板，小腿后侧，脚后跟的肌腱拉开。我们再做一次哦，踮脚膝盖弯，臀部往上推，背部充分伸展，肚子收紧，脚跟推向地板，小腿后侧，脚后跟的肌腱拉开来。然后这次踮脚膝盖弯，我们把右脚踩向天空，三只脚的狗，把那个伸展的线条变得更长，连腿的肌肉都拉开来，髋关节动到，然后吐气放下来。再一次踮脚膝盖弯，左脚踩向天空，没有外八哦，脚尖朝地板，脚尖勾回来，可以拉高的同学就拉高，不行的话就低一点点，但是试试看脚伸直有力量，然后退下来。右脚再一次踮脚膝盖弯，右脚站到天花板踩上去的感觉哦，所以脚是正的，骨盆是正的，没有打开，没有外八，真正的上来。好，来落下来哦，左脚再一次踮脚膝盖弯，左脚踩向天空，拉长线条，吐气回来。好，这一次吸气，右脚踩向天空，拉长一点点，肚子一收，把右脚往前跨到两手中间，没办法一步跨过来只有一半的话没关系，赶快把右脚抓过来，弓箭步，停在弓箭步、哦、所以我们今天会接哈达拜日式，会有弓箭步，会有右脚往前跨这个动作，所以我们稍微练习一下。好，那现在右脚踩回天花板，你看又再一次延伸身体。好，右脚落，我们要换左脚往前跨哦，吸气，左脚往上拉高，好，线条拉得很长，肚子一收，左脚往前跨过来，差一点点，手赶快把脚抓过来，停留在弓箭。那弓箭不要做那么放松，抬起来，眼睛看着前面，让你的颈椎也保持是稳定的，颈椎、胸椎、腰椎一个直线。好，吐气，往后推到三只脚的狗，再一次延伸，好，慢慢的放下来。我们要往前走了哈，那慢慢走回来就好了。好，来脚踩平行，然后膝盖弯多一点点，肚子贴到他的大腿，手扣紧脚后跟。所以你在前弯的时候，其实它是放松的，好，整个脊椎放松。那我们伸展大腿后侧跟臀部的肌肉，手扣紧脚后跟，屁股慢慢的推向天空，大腿后侧、臀部的肌肉伸展一下，马上膝盖弯放松。我们再伸展一次哦，臀部往上推。做动态的膝盖弯就放松了，最后一次往上推到底，伸不直没关系，你就感觉那个腿后侧的伸展就好了，做对的话慢慢的就会拉开来了。好，膝盖弯，好，膝盖弯，吸口气站起来，我们马上接到前弯哦，吐气，膝盖弯下来摸到地板，吸口气站起来。好，往下再次前弯，膝盖弯下来，然后吸口气站起来，最后一次哦。所以你往下前弯的时候，你看是做一次大腿的力量，站起来也是做一次大腿的力量，吐气，手回身体的两侧。好，我们要接到拜日式 A， 好 A 做到五次 ，B 做到两次，然后哈达拜日式我们右脚左脚各做到两次，好试试看了、啊、就没有停哦，跟着呼吸，累的话稍微自己停下来休息，没问题的话就全程慢慢一跟，好节奏是慢的，跟着呼吸走，脚踩好。收屁股夹紧，好，腹部收紧，吸气，两手往天空提起来，再往上提，感觉身体拉长，吐气，膝盖弯对折盖下来，膝盖弯弯的安全的下来，再把屁股推高去伸展腿后侧跟臀部的肌肉，吸气看着前面，手稳稳的在地板，两脚往后退平板。好，那我们做膝盖跪地的哦，吐气，慢慢下降到地板 ，hold 不住赶快滑下来就好了，可以的话同学就慢慢到地板。脚背贴稳，屁股夹紧，吸气，肩膀绕一大圈，肩膀推到底，肩胛骨收好，腹部用力往后推到下旋式，踮脚膝盖弯，臀部推高，好，又一次伸展背部喽，然后往前走，吸气看着前面，吐气对着盖下来，这个时候伸展腿后侧，屁股推上去，好，来膝盖微弯，吸口气，慢慢的站起来，看向大拇指，再一次全身拉长，屁股夹紧。吐气，手回来，眼睛看鼻尖。第二次拜日式 A 哦，吸，往上提，拉高，吐，膝盖弯，对折盖下来，前弯，额头靠近小腿，臀部往上推上去。吸气，看着前面，两脚往后退，平板。好，膝盖跪地，吐气，慢慢身体下降到地板。来，蛇式喽，吸口气，肩膀绕大圈，吐气，往后腹部用力推到下旋式。背部伸展再多一点点，然后往前走，吸气看前面，吐气对折盖下来，前弯，额头靠近小腿，臀部稍微往上推高，膝盖微弯，吸口气站起来，看向大拇指，吐气收回身体的两侧。
好，发现是 A 第三次，吸气拉长，屁股夹紧，吐气，膝盖弯，对折盖下到前弯，二头靠近小腿，头部往上推高，伸展腿后侧，吸气看前面，两脚腿平板。好，来膝盖跪地，慢慢的下降到地板，慢，慢，慢。好，到地板做眼镜蛇喽，脚背贴紧，吸口气，屁股夹紧，肩膀绕一大圈推到底，脊椎是延伸拉长的，腹部用力往后推到下犬式，肚子收紧，臀部推高，往前走，吸气看前面，吐气对折盖下来前弯，膝盖微弯，吸口气，慢慢的站起来。吐气，手会伸贴两侧，眼睛看鼻尖。二十 A 第四次，来吸气拉长，吐气，膝盖弯，对折盖下到前弯，额头靠近小腿，臀部往上推高。吸气看前面，两脚腿平板。来，膝盖跪地，吐气稳定，慢慢的下降到地板。好，做蛇式喽，脚背贴紧，屁股夹紧，吸气，肩膀绕一圈，肩胛骨收好，吐气往后推到下犬式。肚子收紧，臀部推高，再次伸展背，往前走，吸气看前面，吐气对折盖下来前弯，额头靠近小腿，屁股往上推，膝盖微弯，吸口气站起来，眼睛看向上面，吐气，手回身体两侧，眼睛看鼻尖，最后一次了，跟着呼吸，吸气，拉长，吐，膝盖弯，对折盖下来。额头靠近小腿，屁股往上推，吸气看前面，两脚腿平板，膝盖跪地，吐气，脚的轮廓慢慢的下降下来。好，来做眼镜蛇喽，脚背贴紧，屁股夹紧，吸气，肩膀绕一大圈推到底，腹部用力往后推到下犬式，边脚膝盖弯，臀部推高，往前走，吸气看前面，吐气对折盖下来前弯，额头靠近小腿，臀部再次往上推。膝盖微弯，吸口气，站起来，屁股夹紧，来，手再弯高一点点，这里拉长，吐气，手回身体两侧，没有停哦，顺顺的臀部直接蹲低，像做坐一样，我们要接坐一次喽，肚子收紧，手臂直直上来，手拉向天空，肚子收，再拉高一点，吐气，对折盖下来前弯，额头靠近小腿，屁股往上推，吸气，头抬，两脚往后退，平板，这边一模一样。哦，膝盖跪地，所以整堂课的组合，那个肌力的训练，基本的肌力训练蛮多的哦，慢慢肌力就会建立起来。脚背贴紧，屁股夹紧，肩膀绕圈上来，蛇式后侧收紧，腹部用力往后推到下犬式。看你的脚底板，我们要做勇士一人，左脚跟稍微往内走，右脚往前跨，踩稳，屁股夹紧，吸气，手从胸口有力量，慢站起来，整个全身都拉开了，尤其是左腿的内侧，再往上提，然后手回到地板。有力量去抓住地板，右脚退平板，膝盖跪地，吐气慢，脚的轮廓慢慢下降到地板，脚背往下，屁股夹紧，吸口气，肩膀绕一大圈，肩胛骨收好，腹部用力推到下犬式，准备换边哦，右脚跟稍微往内转，左脚往前跨，不要管多大步，踩稳了，屁股夹紧，吸气，手从胸口上来，要有力道，脚往下，手往天空，整个身体拉开来，手回到地板，肚子收紧。腹部用力，左脚退，你的平板就会很稳。好，然后膝盖跪地，吐，慢下降到地板，脚背贴紧，屁股夹紧，吸口气，肩膀绕一大圈，腹部用力往后推到下犬式。好，停留在下犬式，调整呼吸，保持踮脚膝盖弯，臀部推高，背部的肌肉拉长。好，吐气的时候可以脚跟推向地板，小腿后侧，脚后跟的肌腱拉开来。那每个吸气都可以踮脚膝盖弯，屁股再推高一点，伸展背，每个吐气都可以再伸展一下脚后侧，最后再一个深呼吸哦。好，来，踮脚膝盖弯，慢慢的往前走，回来到两手中间，看着前方，吐气对折盖下来前弯，额头尽量靠近小腿，屁股推高，都不要省略每个动作哦，然后要回到座椅式的臀部蹲低，好，手直直上来，看向大拇指，吐气，慢，翻圆回来。我们再一次哦，好，臀部蹲低，从座椅式开始，手直直上来，再拉高一点点，肚子收紧，吐气，对折下来前弯，额头靠近小腿，臀部往上推，吸气看前面，两脚腿平板，膝盖跪地，慢下来。好，所以你慢慢的整个基本的力量就会上，就会练起来了。肩膀绕拉圈，背夹紧，连背部的稳定，腹部用力推到下犬式，准备做勇士一的，看你的脚底板。
左脚跟稍微往内转，右脚往前跨，脚掌踩稳，屁股夹紧，吸气，手从胸口上来，勇士一力道要做出来，手到地板，肚子收紧，右脚推，膝盖跪地，慢下来，妩媚。好，来翻脚背，屁股夹紧，吸气，肩膀绕一下圈，吐气，往后，要换左脚的勇士一喽，看脚底板，右脚跟往内转，左脚往前跨，踩稳就好了，屁股夹紧，吸气，手从胸口上来。肚子收紧，手回到地板，手有力量抓住地板，左脚退，膝盖跪地，身体慢慢的下降到地板，来吸口气，胸打开，吐气，腹部用力，往后推到下犬式，停留在下犬式，调整呼吸。好，下犬式，你可以都不要动，就这样撑着。好，或者你吸气的时候，膝盖弯多一点哦，吸气的时候，背部推开拉长，吐气的时候，脚跟推向地板，留着拉开。啊，真的很累的话，也可以婴儿式稍微休息一下哦。哦，你很累的话，就婴儿式休息，没问题的话下犬式。再一个深呼吸，好，回来了，往前走，吸气看前面，吐气，整个身体对着盖下到前弯。好，那你可以伸展，推后侧，推高。我们要回到座椅式，臀部蹲低，肚子收紧，手指指上来，往上提，吐气。慢，换就回来，没有停哦，继续要接哈达咯。哦，双手合十，哈达会有很多髋关节、胯弓、肩部跟三只脚的狗。来，屁股夹紧，吸气。好，所以你臀部收紧，可以做到一点点微微的后弯。吐气，膝盖弯弯的对折盖下到前弯，额头尽量靠近小腿，臀部往上推，要胯弓箭步了。吸气，头抬，右脚往后跨到最大的弓箭步，脚要直直的有力量，髋整个拉开打开了。手掌抓住地板，左脚踩向天空，换一个方向，一样是髋关节的回活动，一样是把你的腿的线条拉得很长，稳定的吸气到单脚平板，然后膝盖跪地，吐气，接着 chaturanga 慢慢下降下来，脚背往下，屁股夹紧，吸口气，肩膀绕到圈舌式，腹部用力往后推到下犬式，再把右脚踩向天空，所以不断的在伸展你的髋关节跟你的腿的肌肉。肚子一收，右脚往前跨到两手中间，没有一步跨过来，赶快用右手把它抓过来，看着前方，弓箭步要稳定。好，肚子收，轻轻的把后脚收回来，膝盖微弯，吸口气，慢慢站起来，看向大拇指拉长，吐气，收回身体两侧。我们要换左脚，左脚开始来吸，屁股夹紧，臀部收好，做到一点点微微的后弯。吐气，膝盖弯，对折盖下到前弯，额头靠近小腿，臀部往上推。好，吸气，头抬，左脚往后跨到最大的弓箭步，髋打开，腿拉直，手掌抓住地板，右脚踩向天空，又是伸展，拉开多一点，稳定的吸气到单脚平板，膝盖跪地，吐气，慢下降到地板，累的话可以趴下来。好，来吸口气，胸打开，舌式，腹部用力往后推到下犬式。左脚踩向天空，肚子一收，左脚往前跨到两手中间踩稳，然后前脚踩好，轻轻的把后脚收回来，回到前弯了。好，膝盖微弯，吸口气，慢慢的站起来，屁股夹紧，再一次把全身拉长，吐气，双手胸前合十。好，这样是一套，右脚左脚一次，我们再做一次，右脚跟左脚再各做一次。好，来吸气，胸打开。吐，膝盖弯，对着盖下来前弯，额头靠近小腿，臀部上往上推。好，来吸气，看前面，右脚往后跨到最大的弓箭步，手掌贴住地板，左脚踩向天空，延伸线拉长多一点点。吸气，稳定到单脚平板，膝盖跪地，吐气，慢慢的下降到地板。好，来吸口气，胸打开，小的舌式就好了。吐气，往后推到下犬式。右脚踩向天空，提上去，髋要打开，腿要拉长，肚子一收，右脚跨回来，还没过来，赶快把脚抓过来哦，轻轻的把后脚收回来到前弯了，膝盖微弯，吸口气，慢站起来，看向大拇指，再一次全身拉长，吐气收回来，左脚最后一次了，吸，吐前弯。慢慢下来，屁股稍微推高，吸气，头抬，左脚跨，打开髋关节，腿的肌肉拉开来，手掌贴住地板，右脚踩向天空，提上去，稳定的吸气到单脚平板，接一个 chaturanga， 膝盖跪地，慢慢的有控制下降地板，没力就是用滑的掉下来就好了。好，吸气，胸打开，吐
呼气，腹部用力推到下犬式，左脚踩上天空，左脚没办法抬很高没关系啊，那尽你自己最大的肌力跟柔软度哦，试一下，肚子一收，左脚往前滑回来，然后肚子收紧，后脚轻轻的收回来到前弯，好来，膝盖微弯，吸口气，慢站起来，屁股夹紧，吐气，双手合十回到胸前，好，我们接个扭转姿哦，哈，从站姿去做扭转姿比较轻松，然后试试看，来吸气。吐气，两手下来，在前弯哦，然后头抬看前面，右脚勾起来，右脚伸直落到最大的弓箭步，所以现在你是左脚在前，好，然后再试试看，把右手抓地板，左脚要踩稳，吸口气，左手往天空，头转看上面的手，左脚踩好，左大腿往内收进来，你转到左边了，你大腿如果没有力量会放掉，对不对？踩进来，大腿内侧用力靠近你的胸口，呼吸稳定。再一个深呼吸，然后慢慢头转看地板，左手回来，我们要做三次，再一次扭转哦，肚子一收，左手往天空，腹部收紧，左大腿往内，左大的腿往内靠近胸口收紧，哦，所以大腿不要往外翻出去哦，内收含进来，然后吐气放松回来，最后一次咯，左脚踩好，吸气，左手往天空，左大腿内侧用力往内靠进来，然后慢慢的头转看地板，前脚踩好，肚子一收，后脚轻轻的收回来，膝盖微弯，吸口气，慢站起来，看一下大拇指，吐气，双手合十回到胸前，还有左脚的扭转，还有右脚的在前的扭转要做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膝盖弯，对折盖下到前弯，额头靠近小腿，屁股稍微往上推，好来吸气，头抬，左脚往后跨到最大的弓箭步，所以现在是右脚在前，脚要踩好。内侧也要用力，不能翻出去哦，往右翻不能打开来。右左手抓地，吸口气，右手往天空，右大腿往内收，靠近胸口，大腿内侧 用力靠近胸口，呼吸保持稳定，鼻子深吸深吐，再一个深呼吸，然后头转看地板，手回来，还有两次要做哦。左脚踩好，吸气，慢提上去，眼睛看上面的手，上面手有点力量往上拉高。手而已，手往天空带，好，头转看地板，右手回来，最后一次喽，吸口气，右手往天空扭转过来，肚子收紧，再转多一点点，右大腿往内收，最后一个深呼吸，好，头转看地板，手回来，腹部用力，轻轻的把后脚收回来，好，膝盖微弯，吸口气，站起来，吐气，合十回到胸前，好，然后我们接一个很简单的。平衡练习，好，右脚踩住地板，然后左脚点地，左脚离开地板。如果你左脚离开地板，你就晃来晃去的同学就保持点地板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没问题的话，就试试看小腿，还可以的话试试看大腿，脚底板可以贴大腿内侧，然后你要用力量踢你的大腿内侧，大腿内侧肌肉就会收起来，所以中间的是收紧的。好，来双手合十，停留。好，停的时候鼻子吸气，鼻子吐气，试看，把呼吸拉到五秒，吸气五秒，吐气五秒。我们再两个深呼吸哦，慢慢吸气，然后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个深呼吸。好，慢，放松回来。好，换左脚，左脚踩好，右脚点地板，很难离开，就保持这样子，这样做就好。可以离开的同学，好，小腿或者是大腿，踩大腿同学一点点力量踩下去，大腿肌肉就会收起来，也变得更稳定。肚收，回骨卷，屁股夹紧，核心前后侧要用力哦。双手合十，好，你这个时候可以眼睛看鼻尖，或者眼睛看地板一个定点，帮助自己平衡，呼吸稳定，专注在自己的呼吸，试试看，你可以拉到吸气五秒，然后吐气五秒，最后再两个深呼吸。最后一个深呼吸，好，慢慢的放松回来。好，我们接地板动作咯，好，两脚打开，吸气，吐气，膝盖弯，手肘弯，放松上半身，放松身体，再一次吸气，带上来，吐气，膝盖弯，手肘弯，最后一次哦，吸气，这次吐气，全蹲，
好，全部蹲下来，靠地吸引力，帮你整个腿下肢做伸展，然后把大腿内侧稍微推出去，双手胸前合十，然后脊椎拉直，不要驼背，好，提起来，不要驼背，不要拱背，稍微停留一下下。所以等一下我会从婴儿式开始量那个距离，手往前伸直，伸到完全直，推上来，半块板式，缓和的平板式，肚子收紧，脚离地，做一次全板。好，然后你要可以一只脚离开地板平板，另外一只脚膝盖离地一公分，然后再跟上。好，停留在这边，平板式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上来的时候，平板式停留十秒，试试看侧板也十秒。好，侧板你翻过来，十秒撑不住，就要往前踩住。好，然后要不然就是膝盖跪地，脚打开，做刚才暖身的一个。所以我们试试看哦，全板十秒，侧板各十秒。来，手往前伸直，婴儿式，手有力量抓住地板，肚子一收，吸气推上来，缓和的平板式，眼睛看着地板，保持颈椎是平的哈、哦，腹部用力，一只脚膝盖离地，另外一只脚膝盖离开地板一公分，然后试试看，两个脚伸直到平板十秒就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我们要接侧板哦。好，你可以右膝盖跪地做缓和的，或者脚跟往右倒，左手叉腰，转过来撑不住了，左脚可以往前踩住帮忙。好，左手叉腰，左手往天空都可以，再撑一下下，最后喽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回来的时候肚子先收紧，慢回来到全板。我们要直接换边，收紧肚子。脚跟往左倒，撑不住，右脚往前，赶快往前踩住。可以的话，试试看，保持平板十秒而已。右手叉腰，右手往天空都可以。最后咯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，慢慢的回来，然后膝盖跪地，两个小腿交叉，臀部往后坐下来。好，臀部往后坐哈。我们接几个手臂的伸展，脚一前一后，吸气，两手往天空。吐气，两手往前到地板，把手臂拉直一点点，所以手尽量往前走。走了，你不能走，停留，停在这边。脚一前一后，交换脚，交换一下脚，再一次的哈，髋关节、大腿内侧、臀部外侧都有伸展到，再一次吸气，然后一样往前，尽量放松，屁股要坐在垫子上面哦，臀部离开太高的话，再重新坐回去多一点点，手往前，伸直手臂。所以脚底板有点力量踢下去，左脚勾回来，机器两手往天空，两手往前抓到脚底板，抓不到的话用毛巾扣着，或者你就抓小腿试试看，手都弯，慢慢的下来到前弯，腿后侧弯的那条腿的外侧整个拉开。在地板，把身体推上来，然后脚跨过来，最后一个动作，大腿夹紧，小腿可以的话就收进来，好，加上肩关节一起伸展，吸气，两手往天空，抓着你左手，左往右，
然后手在背部固定好，好来右手往后，头往后好，来吸气提上来，吐气慢往前倒下来。收，吸气，提起来，吐气，手解开，脚解开，提提动一动。哎，我是做错脚，来左脚。好、哦，因为我之前用镜面教学，好像我现在脚用手不惯哈、哦，你们就自己要交换脚哈、哦。来吸气，然后往上，吐气，往前。手在地板，把身体慢慢推上来，再一个前弯动作，来左脚跨过来，好来加肩关节哦，吸气两手凌空，抓着你的右手肘往左边，好，手固定好，左手往后扣好扣好，深吸提起来，吐气往前倒下来。最后咯，我们把背滚一滚，好，把背滚一滚躺下来，请我们轻松的滚背，好，轻松的滚背，好，你可以滚小小的，膝盖抱过来靠近胸口，这样也可以，好，或者稍微滚大一点点，软度好的呢，你可以滚到后面，脚到地板，然后滚到坐起来都可以哈，滚背你轻松滚就可以了。整个脊椎放松，哦，所以你如果觉得背后很紧，你可以一直做膝盖靠近胸口抱过来。喜欢滚大的同学滚大一点点。停下来咯，抱着膝盖靠近胸口，左右摇一摇，下背部稍微按摩一下，然后我们做最后一个放松的扭转，好，身体整个就躺向你的右侧，就停在右边了，把膝盖外侧扶着，左手打开，头转换左边，哦，把全身力量放掉，腰椎自然放松。现在哈休息的时候，就是你可以把专注在呼吸，呼吸再调慢一点点。好，过来的时候肚子要收一下，肚子收慢带回来，然后左右再动一动。好，我们准备要换边哦，整个身体躺向左边，把膝盖外侧扶着，那右手打开，头向右边，全身的力量放掉。完全不用力咯，好，来肚子收，吸气带回来，好，吐气，脚放下来，然后你让你的髋关节、肩关节稍微动一动，哈、哦，调整一下位置，找到你觉得哎肌肉放松位置，停下来，脚的力量放掉，手在身体两侧，掌心朝上，全身都没有用力，哦，稍微大休息，什么身啊，哈、哦，稍微躺一下下，去感觉一下你身体现在气跟能量的流动，这个时候你躺下来没有肌肉没有用力的时候，
这气跟能量流动速度最快的时候。深呼吸，全身伸展，拉一下，你脚往下，手往上，来吸气，往上提，整个身体拉长，吐气，放松，再一次哦，吸气，这次多一点点，把整个身体拉开来，然后一口气把气吐掉。好了，两脚膝盖弯，往你的右边侧躺，手推地板，从旁边慢慢坐起来，好，轻松坐就好了。所以整个练习的时间跟你们跟上个月的影片是差不多、哦、大概40分钟的练习、哦、没有把时间拉长、哦、只是我们把哈达拜日式加进来、哦、那也多了一个扭转姿。好，那我们7月见哦。好，平常要练习哦，团练一定要到。